今天我小梗化身侦探要去波一起抢劫案了。啦啦啦，聪明的小脑袋运行起来，屋子里好像也没有别的线索，还是去外面找找吧。奇怪，这里怎么会有地毯？难道是密道？看样子是凶手留下来了的。哎呀，这又是谁挖的坑啊？头好疼啊，这是哪里？我记得我在院子里的密道走着走着就掉下来了，这里似乎是凶手的小黑屋。好黑呀，怎么没有开灯？门在这，钥匙呢？窗户外面没有，难道在头顶？还真是，要不是抬头看，还真就被困在这里了。咦，这里有箱子，我的天，这是人肉！可恶的凶手太残忍了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钥匙在房间里，先看看书架有没有线索，看来藏得还挺好。这船头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对，果然有宝箱，芝麻开门。哇塞，好多的钻石黄金啊，这一定是凶手抢来的，还想用来贿赂我，我小梗才不稀罕。先看看箱子里有没有钥匙，这些箱子里都没有，难不成在上面？找到钥匙了，溜了溜了。这是富翁的房间，好啊，原来这凶手下一个目标是富翁，我得赶紧阻止他。这两个雪堆看起来怪怪的，进去看看，果然有问题，没东西，我才不信你呢。找到宝箱了，可这一串奇怪的数字能干嘛？还是先收起来吧，看样子钥匙只能在这水池里了。好像有个云团，我踩，找到钥匙，溜了。作者的迷你号，这谁记得？等等，我刚刚好像拿到过一串数字，还真是作者迷你号，轻轻松松。哇，好多的箱子，找不同，那么多的箱子得放到什么时候？咦，这边怎么多了一个箱子？打开看看，钥匙在下面的箱子底下，这个好说，一个个点过去，找到你了，下一关喽。可恶，居然让凶手跑了，但我有办法制裁他，但我需要找到黄金、木板和石头，先去猎人叔叔家看看。猎人叔叔家怎么铺起了地毯？有暗道，木板到手，鱼店里空旷旷的，东西会在哪呢？这有云团，让我先憋一口气，冲呀，黄金快到手，呼，差点憋死了。在乞丐家，我还找到了一个木块，就剩下木工和穷人家了，看看木工家里有没有吧。这里没有，这里也没有，咦，墙后面有什么？找到石头了，合成开关，可算把你抓住了，不枉我花了一番功夫，你就在这好好反省吧。